看到有个人冲进来，这样射进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因为太痛，就打到我左眼球。今天大概这个镜头拍完，我从此就退出演艺圈了。谈起拍戏严重意外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67岁的国宝艺人郑平均出道超过40年，演出无数部经典作品，精湛演技深植人心。郑平均接受访问透露，1991年曾经拍摄一部闽南语连续剧，饰演一个行侠仗义、专靠鬼点子却没有武功的男主角。有次在菜市场拍摄一场追逐打斗戏码，却惨遭灵眼拿道具砸伤脸，眼睛还差点失明，惊险过程全曝光。从两边抓了很多菜，就一直往后丢。那我就这样，因为人群很多，我们还要拨人，那我还要拨菜。然后他就看我追得很紧，他就越丢越凶，安排两边的临时员就拿了很多什么青菜啦、水果啊就丢。那因为我以前常拍武打戏，我很有经验。那我虽然是没武功，可是我也算是个大侠，所以我不会看到东西丢进来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绝对不要这样戏出来很难看，因为近景嘛，哦，虽然是这样在跑动，可是因为摄影机离得很近，那我就是用手拨，我就这样拨。那可是以前啊，因为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还有卖布匹，那以前的布匹啊，就是用那种三甲板啊，那个道具，以前道具都很厉害啊，都速成的，就把三甲板剪一片，差不多这么宽，啊，大概3尺这么长，然后呢，两边再用保丽龙粘起来，两个保丽龙片粘起来，然后在外面啊，只要用一层布，这样再粘起来，就看起来就跟布匹很像，然后大家就开始丢了，我就很顺的这样，那我就这样拨拨，忽然就看到有个人冲进来，拿一个很大的东西，就这样射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突然从人群中里面钻出来，这样而且很大力射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因为太近了。三板就是木工啊，他就这样锯一个缝，然后这样啪一撇，那撇的那个断面那边都会有很多木刺，那个木刺啊都很尖。可是因为我们拿来做道具，看布匹这样一包看不太出来。我整个啊的反应啊，因为太痛，就打到我左眼球。打我左眼球啊，我整个人是痛的，往后这样。以前体能也很好，可能痛也跳，往后倒退啊，跳很远，啪一跳就这样，大概跳好几公尺，往后跳了好几公尺，然后整个手就捂到脸，然后接着那个指缝，导演他们来看，就血就出来了，那整个眼睛都是血，哇！其实我那时候就完蛋，我就心想，今天大概这个镜头拍完，我从此就退出演艺圈了。我就想，那我这眼睛应该就瞎掉了，就没有救了。后来就赶快安排我进那个国泰综合医院啊，啊，到眼科去急诊。后来医生就帮他检查，他说你运气很好，你这个伤很严重，因为以前拍武打戏，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受点伤，可我这个伤啊，在眼球来讲，那是很震撼的一个伤。那我说会不会瞎？他这样看起来是不会瞎。他说距离你的黑眼珠子就是距离角膜啊，它现在是伤在你的角膜旁边啊，只有只差0.1毫米，它角膜没事，眼睛就不会瞎。后来就马上紧急就动显微手术，显微手术的机器就进来，就这样看着他这样做，哎，眼这个叫眼睁睁的看着他在我眼球缝线。后来戏就停拍了2个月，每隔3-4天就要回国泰综合医院去换药，然后这边就要带一个金属片，然后里面就是带个纱布，然后这样没办法拍戏啊，独眼龙没办法拍啊。在我这个眼球的左边一点，你看那个红血丝很多，有一仔细看其他，如果拍得更近，你看其他有个凹缝啊。现在事隔那么多年，长得都快齐了，以前看起来有个缝，你现在看得出来吗？一点点。对，那视力来说的话。好像有差一点，因为我视力一直都很好。对，以前演员都很拼的，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受伤了，受伤不只是我，只是我这个眼睛啊这样，所以今天还可以再在这边讲这个故事啊，就是代表说逃过一劫，可是也有很多人就没有逃过那一劫了，可能就植物人啊或残废啊，这个在过去啊很多这些往事啊，都到现在都历历在目，都还记得。